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小手。再来这个吧，帮派据点。寻找伙伴，协助他们提高伙伴忠诚度，忠诚度可以解开重要奖励。我觉得这次的武器都好酷哦。既然这次是据点任务，是吧？把任务的负责人交给我们的雅各。所以说宝箱呢，宝箱 我正要拿。哇塞，有忠诚度耶。怎么忠诚度怎么了吗？我看一下技能，他刚刚提示我一堆技能可以用。哦，这个好好，受到一项攻击还可以继续连击。我看我就照他的说好了，我就一个玩前行的不玩，可是我还是想要搜刮几道，因为捡搜身很麻烦。哦，接下来的要两个才可以买啊，好吧，那就再等等一等吧。我每次换人的时候点他的技能，这样You'll feel my fist if you keep on。我知道为什么节奏会不一样，因为他对着墙壁推的时候会减慢速度。下午恶霸，这次要怎么下午恶霸？滚滚！看起来碎片我只能一边玩一边收集，因为它不会从那个俯瞰的时候显示出来。嗯，我这边居然有两个。好快啊！哎，我的搜刮击倒嘞，为什么我还要自己搜刮？我不是点了吗？
对啊，怎么没有自动？哦，血是这一次又恢复成自动补血，所以没有药品。帮派据点，消灭所有暴徒帮众，释放并保护被捕捉的梅家帮。Must be one of the clinkers. Good place to start. May the rooks thrive under you. All right, dear Mr. Fry. There's a 宝箱 宝箱呢？哦，在这里。Helix 的裂缝，错误，这错误应该会高一点。所以错误嘞。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！啊，糟糕！不行，我一定要从这边。啊！是不是被保护了梅扎帮没了？讨厌，我吃不到这个。去睡了，拜拜。我没有办法保护梅扎帮了，我失败了。所以这个任务其实是要潜行的，如果这样看。狙击手，侦察到我会引来更多敌人。狙击手，还是要自己搜刮就对了。释放失败，可恶！释放失败就没有奖励了。